建筑与文化连接着艺术的元气。上段故事中，庄园主人说艺术是真善美的表现，以艺术之美谱写永恒追思的场域。现在让我们先来了解石雕艺术家如何创作与追寻美的生命过程吧。艺术的起源来自于人类模仿天地万物的渴望，声音有涯，而创造与想象力无涯。放眼古今中外，在众多艺术创作的媒介之中，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石雕是其中之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石雕的秘密吧。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石头堆积场哦。石头有时候买了以后就放在这边，还有包括这边啊，这边可以看到哈，基本上有两种了啊，就已经裁得四四方方的，哦，还要么就是这个所谓的比较自然型的哈，就是可能在溪底去挑起来的，哦，那讲到石头的这个特质的话哈，红橙黄绿蓝靛紫哈，各式各样的颜色哈，还包括纹路变化万千，然后那个石头哈，经过抛光出来以后哈，它就怎么讲，很自然的。或者朴实的就会吸引你。那至于石头的材质的话，哦，那就多了上千种，花岗石啦、大理石啦、砂岩啦，或者是化石之类的，而且它有纹路，啊，纹路的，所以说纯黑纯白，哦，这是石头它的特质之一的，哎，那大半是这样的。挑选好石材，接着就是雕塑的过程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石雕是如何成型的吧。挑定了石头哈，然后根据通常呢，要不然就草图，要不然就模型。它这个啊，有这个想法啊，大致上的形。它找了石头呢，那在已经开始在哈画线，去粗胚。这个我们讲定大型了，可以这么讲哈。这因为这石头这么讲。切掉以后它回不来了，它不像其他泥巴的加加减减。我们对一个原来的形哈，就有一个无形当中啊，在脑袋哈，对一个立体的东西要有概念。这当然有一些是需要训练的，训练怎么样从一个小的转大，或者1:1，或甚至缩小，怎么样把你想要的呢放到这个石头里面去，这也是个学问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定好作品的形状，用电锯削去不必要的部分后，再用凿子敲出石材的肌理，这是一件浪漫但也辛苦的差事。其实锯完了要都要这样手凿，这么讲嘛？因为它第一个就是说去掉不必要的哦，然后第二个呢，雕凿的痕迹留在这个石头上，基本上我们讲说，尤其是很直接的这种感情，是留在石头上面。那个东西是经过手，每一个人的这个手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啊？哎，所留下来的，或许从这个作品里面能够呼唤些什么啊？在作品互相的借由这样的一个很最原始的，然后用手凿刀的痕迹，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凿痕呢，去传递一些信息。其实一般人觉得我们在做石雕，就是。第一个不外乎就是噪音粉尘，然后真的全身搞得脏兮兮的。可是那如果像我们自己在做的话，其实我们是营救于在里面的。啊，你看很吵嘛，粉尘很多。其实对于艺术创作的人来讲的话，他的硬皮他很辛苦，不像画画的，可能在房间里面这样画了。但是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想要做的。这些刚所讲的都没有问题。成型之后呢，我们开始哈再把那个线条修顺，因为经过工具哈，做出来基本上线条还不是那么顺，那。最顺最理想，而且是很专业的部分啊，通常都是要手去磨，而且是手来抓那个线条是最 perfect。木料基本上哈，我们讲石材哈，真的是要经过抛光，通常哈，500
500号的砂纸哈，它的细致度哈，才能够将石材的原色哦显现出来。那甚至到1000号、2000号，甚至到3000号，都有点反光了哈。看每一个人依据作品他想要呈现出来的语言，去决定这一个所谓的亮或甚至雾面处理。很多作品的话，通常都会把那个颜色显现出来，因为它是最自然，而且它相较于其他素材，基本上是很特别的。所以我有时候在讲了啊，有时候你全部粗胚细磨到这个成型之后呢，或者是你就完成一半，甚至有完成不到，因为磨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人家说你是在磨石头吗？不是，不是你在磨石头，是石头在磨你啊，对不对？是磨你的，磨你的耐心。哦，那这一部分做石雕的话，就是要这种，我们讲说要这种训练也好啦，或者它本身有就是说蹲得住、窝得住啦。哈。你不是太跳的，你就要沉得下心来。那基本上有时候来讲啊，它也是一种修炼。这么讲吧，一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下的功夫下，对不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下的功夫哈，基本上我们讲说艺术创作的时候呢，是啊，我们讲说要获得人家的啊共鸣或是感动嘛，就是又有回响嘛。那种回响是可以从你作品里面是感受出来，那个诚意是可以从就真的是从那个磨的地方哈去感受出来。假如你有机会的话，对不对？你去磨磨看，你要知道哇，那个是真的花时间。当他花时间的时候呢，你真的有去有心静下心来去跟他，经过作品互动，可以去跟我们讲说作者，因为或许你在看的时候，作者通常不在现场嘛，你可以透过作品跟他有一个取得一个沟通，啊，心灵的沟通。一石一人间，一沙一世界，透过千锤百炼、百般碰撞与磨合之后产生的一件件作品，将世间的美呈现在人的眼前，而创作者的心意也将流传永恒。透过石雕艺术家的分享，体会艺术家对艺术与美的坚持，而庄园主人如何将东西方的艺术文化、建筑融合传递的真善美的永恒精神呢？我们这个佛寺的建造是先从佛像的尺寸开始的，是我们有了这个佛像的尺寸以后，我们才来决定佛龛的大小，它佛龛的这个设计，然后再决定房子的大小，好，然后决定这个房子的这些高度，这些等等的问题。世界之大，对于美的定义更是不同。唯一基准是证明了永恒的存在。美的本质甚广，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的情感之美、自然的美与艺术的美等，皆是由纯净直接的感受与结合了人的理性而成为美感。而庄园会如何呈现富含东方历史文化情感的艺术之美呢？姐，我觉得这个好像敦煌石窟的浮雕哦。它这个是用汉白玉雕刻的地后礼佛图。那地后礼佛图是中国大陆流落在外最重要的两件国宝。它现在一个是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那么这一幅是在 Kansas 的 Nelson 博物馆。哇，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重现历史的一个作品。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啊，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去国外了，就在这里就可以欣赏到一样的作品。那为什么会想要新建这个佛寺呢？而且这个佛寺的设计让人家一走进来油然升起肃穆之情。我们会建造这个佛寺有个故事，因为我们的那个董事长他有一次去北京的团城啊，那个有个晨光殿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佛像。他那天因为塞车到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所以他正看着那个管理员拿着钥匙去把这个门锁起来。
所以他就想，哎呀，算了，也很累了。可是在这同时，他看到门口大概有十几位的这些老妇人在跟这个管理员有点争执，他听起来好像是台湾的口音，所以后来我们董事长就跟那个管理员交涉，最后管理员就同意让他们进去看一下。就在那个灯光打开的一刹那，那董事长看到这所有的老妇人双手合十虔诚膜拜，眼泪里面啊泛着泪光，他非常的惊讶，就他没有想到这个信仰的力量如此之大，所以他就想说他要在台湾建一座佛堂，一个佛寺里面供奉最美的佛像让大家来佛膜拜。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建了这个佛堂。我觉得它的设计也很特殊，对，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佛堂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这个佛像。我们先去找了最好的汉白玉，那这汉白玉呢，它取得的非常的困难。那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佛像的尺寸，就是这个等级的石头它能够取得的一个最大的尺寸。我们这个佛寺的建造是先从佛像的尺寸开始的，是我们有了这个佛像的尺寸以后，我们才来决定佛龛的大小，它佛龛的这个设计，然后再决定房子的大小，好，然后决定这个房子的这些高度，这些等等的问题。这跟一般我们的家庭的这些装潢不一样，对，我们可能是先去买个房子才有里面，对，然后才来看这个空间要怎么样的分配啊，所以它是从外往内的。那这个佛堂的建设，它是从佛像开始的，然后再从外面一步一步的扩充来设计的。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用佛像为主，然后再建构整个建筑。对，所以这一栋建筑，你从门外进来的时候啊，所有的目光的焦点就在这个佛像。您看那个佛龛里面，它那个红色的光，它反射在这个佛像上面，让这个佛像它展现一像皮肤一样红润的光泽，非常的均匀自然，它带动了整个的气氛。我们这个里面它的一个气氛的设计，完全是按照那天在晨光殿的那个场景。我看后面的应该是马赛克哈，是，好像是一个比较透明材质的马赛克，然后光透进来，真的很像佛光普照的感觉。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巧用了这个建材。庄园中的东方建筑以再现的千年东方浮雕作品与汉白玉石大佛撑起细致的庄严大气，所以空间的灯光铺陈晕染神圣温暖氛围，感知云韵撼动内心的波澜，展现出信仰的力量。整体建筑空间跨越知识的空间规划，先有大士佛像才有佛龛之建筑，一切由内往外建构锥形的空间。那我刚刚看一下那个穹顶啊，我觉得很不一样哎，它好像也是用木雕的吗？对，是不是？这是一个纯手工木雕的。纯手工木雕，它这个跨距有9米。9米啊！因为我们在下面，它的房子很高，所以我们感觉不出来它的雄伟。但是它真的在做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要非常多的工艺师联手合作才能把它完成。对啊，9米是非常大的一个尺度了哈，对对对，这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整个空间真的是借由一个佛像，然后连同建筑去展现一种我觉得很庄严哎，真的那种庄严的氛围。对，我觉得是一般我们也在一般的佛寺也不容易看到。这跟一般的建筑它的装潢，我们是用很多的建材或去衬托它这个气氛，但是这个是以艺术的气氛来衬托整个空间。以雕像的艺术跟我们穹顶的木雕的艺术，然后再结合现代材质去展现一种。一种庄严肃穆之情。对，能从积德大，它这是有点佛教的思想，要慈悲啊，做善事啊。左边写的这个观自读书高，这就有一点是儒家的思想了。是，我们要多读书。当中的这个土地公的神位，基本上是道教的东西。对啊，所以它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概念。
关于庄园主义的建构描写出关于怀念的情感，也带我们领略品读东方与西方的信仰文化建筑，更以精工细作的精神再现其中的美学艺术作品。在偌大的庄园环境中，也蕴藏了属于东方民间的信仰象征。让我们跟着总编辑的脚步，一起探访夏小姐带给我们的缅怀之旅。夏姐，我觉得这个土地公庙好典雅，我跟我一般看到的传统土地公庙完全不一样哎。对，我们有非常的用心来做这个土地公庙，它的这个建筑是一个仿宋的建筑，那外面这个红梁跟它的这个牛腿，这是一个徽派的建筑。是。那么它的这个龙柱是闽式的。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建筑它的外观，它表现的是中国的传统建筑之美。道教是民间地方上普及的信仰，或是最生活日常的信仰。庄园融合儒道家精神，结以文化的象征意义，再现着有着装饰活泼华丽的屋顶，将石金桥两旁的龙柱雕刻，都显现了主人对于建构富含文化信仰建筑的用心。它还有它的人文之美，好像我们这个大门上面，它这个对联写的是“扶持因是神明力，正直人志造化功”，这个的意思是希望大家要凡事要谦卑的意思。啊，那么这个真正有趣的是里面的那幅对联啊，里面的那幅对联写的是“门从积德大，官至读书高”。那门从积德大，它这是有点佛教的思想，要慈悲啊，做善事啊。啊，他左边写的这个官至读书高，这就有一点是儒家的思想啊，人要我们要多读书。当中的这个土地公的神位基本上是道教的东西，对啊，所以他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概念。对啊，他真的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合一耶。对，所以你们连这个各式区域的建筑融合在一起，然后又把儒释道文化结合在一起，对对对，所以其实想得非常的圆融。它其实不只有这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概念，它还有这个像这个外面这个石框啊，它这个石框我们这个摆设是从这个澳门的议事亭间一个儒家的古宅上面找来的啊。它的这个陈设，你看外面这个石雕看起来是有点西洋的，因为这个澳门就是被葡萄牙这个统治过啊。但是你看在外面这个石头，它刻的不是西洋的图案，它刻的是中国的民俗的东西，你看它上面写的福禄寿，啊，所以很有趣，很有趣，中西也融合了。对对对对。身为文化熔炉的台湾，有着岛国民族性的热情、谦逊与包容力，这庄园更是实质体现出这样特殊的艺术文化综合的精神。主人认真追寻探究历史文化与艺术信仰的脉络。依循专注的精神建构海涵西与东方的建筑文化艺术与古文物的场域，更以沉稳庄严的态度立足在山景环绕的大自然中，愿意开阔的心做植物阳光，营造最后和谐平静且温暖的人生场域。我们这边这些设计，不管它是方尖碑也好啊，它是一个纪念碑也好，或者它是一个建筑哈，甚至于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雕塑品，都有它个别的纪念的意义在里面。我有一个同事，他的母亲前两年过世了，这位母亲她不认识字，她靠着在菜市场卖那个鸡蛋糕养活了五个子女。她有一个儿子不晓得为什么被人家骗到大陆去，一直没有回来啊。这位母亲他没有跟家人商量，就到这个旅行社办了护照，买了机票，靠了一个地址啊，只身去大陆把这个儿子找回来。我觉得他这种勇气跟他的执行力是非常的珍贵的。每一个人听了这个故事，都想要为他欢呼，为他鼓掌。这个母亲虽然她的躯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她生命的精彩还在继续上演。我们是一个观赏者，我们还在为他欢呼，而且也学着演他的戏码。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纪念。我希望我们的设计能够对生命做更好的诠释，给在世人生活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整个生命庄园结合了建筑、艺术还有自然景观，跟我们过去印象中这样场域的一个恐惧、一个阴暗的一个印象截然不同。它真正展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我回想我当时出版《最后人间场》这本书，我就是希望台湾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我真的找到了。生命是一段旅程，娃娃这个个体有了开始，亦也会有结束。会留下的是曾经存在的痕迹，深着缅怀的情感。人一生寻寻觅觅的，就是一个适其合一、能自在生活的空间。从个人的空间到建筑扩大的一个区域，这偌大无垠涵盖了人一生每个旅程阶段的生活故事。这都需要一个美好的承载体，装容下专属的记忆，直到生命的最后不是结局，而是另一个永恒存在的开始。这或许是指引着我们追寻心灵舒放与快乐的一个希望。看电视找优质设计师，搞定您的装潢，让设计家成为您的装潢好伙伴，快加入设计家 LINE。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cause the stronger my heart gets, the stronger my pen gets. I'm waiting in line for good times to follow me with sunshine, baby. All darkness hardly. We keep it on the up and up, man, no frontin'. I wonder if I'm needing a frown more or something, 'cause smiles stay on my lips and face for a while. The return of the Jedi, don't touch the dial. The messengers are messing around. The fun it comes speedy, straight into the souls of the poor and the needy. It's a hope and a smile, and I know when the fire in the sky bringing happiness to y'all. I think peace for a generationGold end of the rainbow, but the light is much brighter. Still shines with the same glow. And just to reiterate, your mental state is blissful. Listen to me and we can all end up living happily. Yo, who are they talking to when they said, yo man, the beats is fresh? Who they were talking to?